明明已经恢复了自由，为什么不亲自过来，还要送个替身？伯辽爷，你得罪了水王子哦！人血的天火，人类的逆火。 真说的，我本尊也来了。你这暗雨城让人消失了都找不到。虽然石溪和灵公主被关起来了，但你带着誓约之戒，也敢做坏事？喂，戴上眼镜吧，那是蝙蝠，不是我。你拉上我从水王子身边抢人，就不怕吗？ 我可是有一份大礼送给你和曼多拉，相信是值得的。灵犀钥匙，岂有这个人类竟然得手了？这把钥匙是秦公主的，你怎么放到这儿？我让你。 火燎耶，会做亏本生意吗？在曼多拉满足我的条件之前，钥匙都由我保管。誉王，火灵主，这么快就？ 水王子，你好大的本事！黑洞都没离开，主人，这么迫不及待就冲了过来，看来他对你果然很重要。我就想问我家的窗户和门，你们两个赔不赔？把它还给我！水王子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为什么你能逃出我的黑洞空间？ 空间对于你没有意义吗？我可不干！别想带走他！别忘了，有我的火印记在，带走也没用。你被曼多拉吸走了那么多仙力，还能如此，真是不简单呐！看来若不是你倾心寡欲，这仙境最强的称号，真要易主了。 水王子，这不过是个区区人物，何必在意？反正等女王将人类世界回归原始，她也无处可去。难道你还真打算将她带到你的水玲珑宫里吗？魔力魔法，水滴凝结，玲珑，水漫绝尘。 是，你们不要逼我！别怕，史郎，为了人类失去仙丹，又被女王吸了仙力，居然不知道还是在逃出了黑洞，心里必然所剩无几了，就是在吓唬我们。我就试试看，是不是在吓唬你们？ 是你们可以动的人，敢伤我水王子的人分毫，就要付出百倍的代价。叶罗丽，体内的水晶听雾放裂，身份在被吸走，这像怪物一样的力量是怎么回事？啊！水王子，大道四十，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这才是真正的水王子的力量吗？ 人类的女孩，你带走吧，反正对我们也没用，我不要了。我已经跑了。水王子，你不能将如此灵犀割头而诛。
火影气消了。誉王，你背叛了林希阁，可想清楚后果？我知道，好自为之。